娱乐转圈圈，明星快报报。大家好，我是祥子。世界观 news 讯，赵丽颖日前与冯绍峰宣布离婚，因为工作关系聚少离多，两人决定正式结束两年半的婚姻关系，做回朋友，儿子由两人共同抚养。赵丽颖宣布离婚后两小时，微博涨粉16万人，一日更涨粉50万，人气不跌反涨，依旧受身网民的喜爱。近日有网民就找出了他之前主演电影《宫锁沉香》当中与内地演员朱子骁的超级亲热戏片段，有指这些片段当时是因为尺度太大，结果全被删掉了。片段中可见拍摄时朱子骁躺在地上，身穿肚兜的赵丽颖跨身坐在他身上，意识大胆。不少网民看到片段后都大叹他要为艺术牺牲色相，又问为何这样拍摄竟然没有清场。而另一段文则是赵丽颖在木盆中出浴，并与朱子骁调情，脸上流露出一副享受的表情。编辑张艺嘉。这篇报告完了，顺手点个赞，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，谢谢。